一位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指出，由于美国近期发生的文件泄密事件，乌克兰已经改变了一些军事计划。一些情报透露了乌克兰在武器、防空、军营规模和战备状态方面的弱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该事件让美国官员深感不安。这些被披露的机密信息可能会危及相关情报人员的安全，并损害美国重要的对外关系。 新细节显示，外泄美国机密情报文件在引起警觉前已流传数周。据《华尔街日报》四月十一日的报道，今年一月份的某一天，一个成员只有十多人的群组中的一个匿名成员开始发布文件，其中许多文件被标记为最高机密，当中有乌克兰战争相关细节、截获的有关以色列和韩国等美国盟友的通信，以及美国对俄罗斯军事计划进行渗透的细节。 上周三，Telegram 上一个俄罗斯宣传账户发布了其中一份文件的粗糙篡改版，以及一些未经编辑的文件。五角大楼副新闻秘书萨布丽娜·辛格表示，五角大楼已发起跨部门努力来评估此次泄密事件的影响。据《华尔街日报》四月十一日的报道。 出于对人工智能 AI 技术可能造成危害的担忧，拜登政府已开始研究是否需要对 ChatGPT 等 AI 工具进行审查。作为潜在监管手段的第一步，美商务部当天正式就相关问责措施公开征求意见，包括新 AI 模型在发布前是否应该通过认证程序等问题。自去年十一月发布以来，ChatGPT 掀起了一股科技热潮。 然而，行业内和政府官员已对 AI 技术可能引发的一系列危害表示担忧，比如人们可能利用这种技术犯罪或传播虚假信息。无独有偶，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四月十日发布倡议书，提示支付行业从业人员合规使用 ChatGPT 等工具，以避免数据泄露风险。 十一日，中国国家网信办在官网发布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的征求意见稿，拟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出台管理办法。倡议称，已有部分企业员工使用 Chat GPT 等工具开展工作，但是此类智能化工具已暴露出跨境数据泄露等风险。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日前警告用户远离公共 USB 接口。 FBI 在其官推上表示，在机场、酒店或购物中心避免使用免费充电物。不法分子已经找到了使用公共 USB 接口将恶意软件和监控软件侵入设备的方法。携带自己的充电器和 USB 数据线，并改用电源插座。 如果使用公共 USB 端口将恶意软件传输到计算机、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黑客就可以访问设备上的敏感数据，窃取用户名和密码，劫持电子邮件，从在线账户中窃取资金等等。保持安全的唯一方法就是在公共场所使用自己的 USB 数据线充电，这可以有效防止这种潜在的攻击方法。 洛杉矶县地区检察官贾斯康四月十日与两名地区议员一起宣布了一项拟议的立法。这项名为《移民权利法案》的议案可以保护作为犯罪受害者或证人的无证加州人，如果他们站出来举报某些犯罪，不会被驱逐出境，还可以获得某些合法签证程序。该法案所涵盖的犯罪包括但不限于敲诈勒索、家庭暴力和跟踪。 议案鼓励更多移民挺身而出，确保这些犯罪的受害者以及证人在举报犯罪时，即使是无证移民身份，也不会被驱逐。贾斯康在一份声明中说：“很多时候，无证犯罪受害者和犯罪目击者都不敢站出来，因为他们害怕被驱逐出境。你的移民身份永远不应该成为安全的障碍。” 如果我们保护那些最脆弱的群体，就有可能实现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公共安全以及诉诸司法的平等机会。